偶像频频游戏规则说明。每一关卡中，三位关主持有不同的题目卡，随着节奏给予提示，由三位参赛者合作拼凑出正确组合，写在白板上，答对较多题目之队伍获胜。我们的扛把子大瑞哥，还有我们的小体，真的是偶像哎，怎么可以长得那么的精致跟帅气呀？你看小体的头发，你看小体的头发，真的，他真的头发好好，头发好漂亮哦，好美好美，而且有光泽的感觉，对呀，对不对？听说你们两个一起跳舞，对不对？双人舞蹈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表演一下喽！欢迎小体还有大瑞带来精彩的舞蹈表演，站这么远啊！哇哦，这个老师音乐 Go。真的跳得很棒哎！对，而且小弟你好坏，你会那种站着，大瑞，你最后那个要把女生接住啊！对，我跟燕姐可试一次给你看，预备。接住你说，怎么接 ？You can do, you can do, 来接住我的手，暖手伸啦！你走呗，开始接住，接住，接住。问题是我刚刚福利生做太多，你要接住啦。大瑞，我们试一次给他看。好，不要不要不要。他还在长。很棒很棒，精彩的表演。表演非常棒非常棒。好，接下来偶像平平第一题要来出题了。OK Go。偶像平平第一题，老师音乐 Go， 注意了。空地，哦，蓝队也是空地，绿队也是空地，这题算简单吗？算简单哈 ，OK， 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，老师公布正解，来，血公土也，答案就是空地，全部答对。接下来第二题有比较开始比较难咯，第二题 Go。 好，接下来第二题呢是比较困难的 OK， 老师音乐 Go。 嘿，数到三，请翻板，一二三，红队答案，哎呀，破费，怎么可能？蓝队也是破费，
哦，绿队也是破费。OK， 答案是什么呢？请公布正解。耶，石皮福背，石皮福背，福背，答案就是破费。耶，恭喜！接下来第三题，请出题。这一题比较难一点点，有三个字哦，上下左右都可以拼，而且这一题屁股有事，好不好？所以昨天的时候屁股也要看清楚哦。好的，好的，老师音乐，请聊。翻答案板，一二三，红队炸鸡翅，蓝队炸鸡翅，绿队炸鸡翅。哎，我本来以为这题会很难，不过这一题其实三个字都是左右拼的，但是到底是不是炸鸡翅呢？我们一起来看看正确解答是火炸西追之语，就是炸鸡翅。恭喜，全部都答对。这题很难呢，很厉害耶。第四题，第四题难度最难的来啦，一样也是三个字，记得左右上下都要拼拼看，好不好？好，老师音乐，请聊。什么啊？妇女妇奶装，我们这样会不会太直接了一点？就请问你要买什么装？我要买妇奶装。来看看这边是孕妇装哦。红队，你们觉得孕妇装会不会比较容易买到一点点？谢谢姐姐。嗯，以后我会卖给你。好好，我知道，谢谢妇奶装。走奶，好装走奶要去哪里买？好装哦，其实我发现女跟子就会拼得很好，对不对？到底是妇奶装还是孕妇装，还是好装走奶的？来看看正确解答就是，奶子女走壮一就是孕妇装，恭喜蓝队答对这一题。第四题呢？哎呀，蓝队胜出，所以这一回合蓝队获得一分。小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柳丁哥哥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欢迎按这边有一个订阅键，按下去就对喽，这样就可以常常看到我们了。那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更精彩的节目的话，可以按这边，等等，有很多精彩的节目哦，要常常上来看我们哦。